是有人这样说过你。尔康，尔康，像不像？像吗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那你可不可以？你做一个那个那个，你做一个那个紫薇好吧？紫薇，不是，你要抬着头，然后睁大你的鼻孔，然后要。我就可以这样做了。对，你试试看去。紫薇。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像一点。有没有？我觉得哎，尔康好，尔康好。然后今天你是来啊？我是。尔康。我是过来唱首歌。那唱首歌啊？你也是喜欢唱歌的男生？对，我特别喜欢唱歌。喜欢唱歌的尔康，在大明湖畔。行行行，那你今天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哪方面的歌曲呢？我唱一首《流浪记》吧。流浪记。对不起，我刚跳了一个戏，我发现所有人都没有发现。没关系，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。唱一首《流浪记》，千万不要把后面那个字加进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你们还没有发现啊？没关系，已经有人发现，不重要。我相信大幕一定有人发现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有啊！不重要啊！《流浪记》，你唱一首《流浪记》啊。我就直接从副歌开始吧，从副歌哈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呜。怎样才能看穿面具里的谎话，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，还能不能唱出歌声离地普语吗？好听哎。谢谢，真的好听。我听得有点专心。流泪。你要给我酝酿的时间，我可以流泪。太惨了。没有，累死了。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刚刚真的他，因为你唱了一小段嘛，你就戛然而止，然后对，我其实就听得有点，就比较能够让我投入，